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，致力于不断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水平。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，独善其身。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。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，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国泼脏水，反对个别国家一味追求本国优先，动辄以网络安全为名抹黑他国，蒙蔽人民。各国应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相向而行，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，共同应对网络威胁，真正让数字技术给人民带来福祉。